大家好，我是男中音 Alex Kwok。 接下来11月我们就会有 Carmen 成魔笛的精要版歌剧演出了。很开心今次我要在魔笛里面饰演 Papageno 布料人的一个角色。在故事里面，我要和 Tamino 王子去找他的女朋友 Pamina 公主，但是呢，我是没有女朋友的，这样怎么行呢？究竟最后事情会发生如何，记得来看吧。